和高中女神成了同事。你咋不是呢？还没做，我马上做，马上。等会儿，我让你3点给我，你看这都几点了？可是表格你也没给我发过来呀、啊。我不给你发，你就不会找呗？啊，长那手干啥去？那你上班你当大爷来了？不好意思，我现在做。高中女神是同事，没想到竟然还记得我。王浩东是吧？我记得你。啊？待会儿一起吃个午饭吧。啊。好。你真是一点都没变啊，和高中的时候一模一样。我真没想到你还能记着我。那当然了，我记得当时你送了一幅画给我，我到现在还留着呢。真的啊？真的。我第一次收到别人画的我。其实我想问你来这儿多长时间了，就我总感觉他们都挺怕你的。没多久吧，2-3年，从毕业开始就一直在这儿。啊，那我以为你会继续考研呢。缺钱嘛。不好意思啊。哎，都是你，我记得你家不是挺有钱的吗？怎么出来体验生活了？嗯、啊，我再有钱，他也不是我的呀，对吧？有觉悟啊，小伙子。吃饭了，张姐，你赶紧吃饭吧。其实我想跟你说。接个电话。啊。没事，还会有机会的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家有事儿、我得回去一趟。没事没事，那我直接你先走吧啊。你叫车了吗？还没打到，我上门口去打出租车。哎，外头修道，你走得挺远的。你开车了吗？和高中时代的女神成为同事，送她回家遇见她的妈妈。你回来干啥呀？赶紧走。哎，你这人咋这样啊？咱妈给我打电话说生病了，让我赶紧回来。怎么？哎呦，起来回来，快进来，来人。这个是啊，我同事，这我过来了。进来。阿姨好。妈，你不是跟我说你生病了吗？咋回事啊？那我不那么说，你能回来吗？哎呀妈，我还得上班呢，你下次能不能不要这样？我知道你忙，这次妈不是有正经事吗？什么事儿？你知道咱们村子里原来有个李叔吧？他儿子可出息了，现在可挣大钱了。正好他没对象，我合计咱们相亲相亲的，然后还知根知底儿。过几天我安排你俩见个面，然后你们俩接触接触，了解了解。妈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我的事儿不用你操心。那不行啊，人家彩礼给30万呢。谁爱去谁去，反正我不去。你必须得去，我都跟人家说好了。再说了，人家有的是钱，那你要是嫁过去，吃香的喝辣的，你这辈子可掉府堆里了。再说你弟弟现在这么大了，婚房到现在买不上，结不上婚，你要看他打一辈子光棍啊。如果那边彩礼要是过来的话，那我首付这钱不就够了吗？妈，我现在还租房住呢。那你嫁过去不就有房子了吗？我是不会去的。你这孩子们好赖不值啊啊！要不是你爸，反正啊，我这大岁数，我能活几年呢？将来不得你们姐弟俩相依为命吗？
我合计给你嫁好人家，将来你也能帮衬帮衬你弟弟。我这精打细算的为你们铺路，怎么就我还错了？那李叔他儿子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？他30岁离两次婚的事你绝口不提。他前两日离婚的时候被他打成什么样，你现在让我嫁过去不就拿我的命换钱吗？那人不是都能变的吗？再说了，反正你要不去的话呀，我就上你公司去闹，反正我这么大岁数了，我也不怕丢人现眼。行，你去闹吧，让别人都看看拿自己的闺女换钱的人长什么样。和高中女神成为同事，到家之后母女吵了起来。干啥呀？对不起啊姐，我不知道咱妈叫你回来，然后房子的事之前我也没提过。嗯，不是你的错。下回回来的时候你给我打个电话，然后咱妈那边交给我，她不能上公司闹去。嗯。你比上次回来瘦不少。我会照顾好自己的，你好好上学，钱不够用了就跟我说。够用，我在学校帮你找个兼职。行，那你赶紧回去吧，外头冷。行，姐你自己照顾好自己，然后别舍不得花钱，我能养活自己。又让你看笑话了。你和你弟弟关系好像挺好的。是啊，意外吧，我妈是一个样，我弟又是另一个样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弟挺懂事的，他知道我挣钱不容易，这些年一直在我和我妈之间周旋。那阿姨她？我妈以前不这样的。啊，对不起啊，我问的有点太多了。没事。其实我高中的时候特别喜欢你。是吗？迎新晚会的时候你跳了支舞，就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喜欢你了。啊，那个时候呀，你跳舞的时候特别好看。可惜现在跳不了了，一身的职业病。啊，对了，今天的事我希望你能替我保密。你放心，我嘴非常严。嗯，好，那我们回公司吧。好嘞。还有，谢谢你愿意喜欢我。和高中女神成为同事，她母亲在公司大闹一场。小李子马上要到了，今天你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。我告诉你，东西我都带来了。你要是不去的话，我今天就住在公司，我就不走了。妈，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我的事不用你管。你说是什么话？你是我女儿，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，这么多年我供你吃供你喝供你穿供你住，你说不去不去。我告诉你啊，我是你妈，你就得听我的。哎呀妈，有那好日子你自己怎么不嫁过去？姐，你说什么话啊？锦衣玉食的日子你不过，你在这破公司上班，你还跟我哭穷？我要知道你现在这样，我当时就应该把你掐死。我恨不得你早就弄死我。你哎呀，怎么又是你啊？哈，滚一边去啊！我家事你别管啊。没事吗？没事，走吧。你以为我愿意管你的事儿啊？要不是你爸，这么多年了，你除了拿我爸的事压我，你还有别的招数吗？你既然这么恨我，你就打死我算了。你还真是假惺惺，我有成功什么？反正命都是你给的，你先收回去。姐，你。我先把妈送过去，打扰你了。我车上有纸。和高中女神成为同事，下班后她带我去应酬。你问我晚上有没有空，就带我来应酬来了。不然呢？这算加班吧？放心吧，我会给你加班费的。你不给我加班费，我也不干呢。哎呀，那还谁呢？我。哎呀，打总，小孩刚毕业，不懂事，也不会说话，我替他喝。有毛病？那你替他喝。哎，你也多喝点。我这不色懒吗？你们公司派这么多人跟我谈，也就你们这波还凑。你打总，那你看合同的事儿。合同的事儿，
那得看你的诚意，对不对？你他妈的！你他妈有病吧？走了吗？不是你他妈自个儿有俩钱，不知道自个儿姓啥了是不？你家里没有听的有尿呗？啊，管不住手就别出来丢人，你不然早晚让人剁了，知道不？对不起，他不懂事，我现在立马让他走，免得污了你的眼。阿总，行，你留着。你给脸不要脸是不？让我求你先走吗？就这单重要到你能让人随便占便宜的地步是不？你缺钱跟我说呀，我有钱呢，等着啊。多少钱？我给你10万，够不够？啊？不好意思，我当我存在。洋洋，你再把你那个给我闭上啊！洋洋。